kan dan selansia. Saya ingin maklumkan bahawa saya telah pulih dan sepenuhnya kita teruskan. Saya ucap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pihak yang telah doa untuk pemulihan saya. Ramai yang hantar bunga, kad dan sebagainya. Untuk itu, saya ucap terima kasih. Ya, harapan saya ialah dalam jangka masa tak lama, saya akan pulih sepenuhnya. Terima kasih.可喜可贺啊，可喜可贺啊，是不是啊？大年初五嘛，那么先给各位观众朋友呢拜年。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欢迎回到现实人生，欢迎回到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呢，太过现实了啊！哎，我们看见呢，哎，我们的老马呢，哎，他回来了啊啊！当然呢，他这一次呢，他能够康复呢，这个原因呢，非常的多啊，啊，肯定是有很多那个因素。然后我也不是心脏专家，我也不能够置评太多。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可以很肯定的，那就是跟我们现任首相呢，这两天呢闹的那个风波啊，绝对有关系啊，绝对有关系啊，那就是啊。哎，他喝的那个水呀、啊，啊，所以啊，泰国的世界太过现实了。人家喝什么水呀、啊？他们喝那个水呀、啊？他现在要活100岁呀、啊，没问题呀、啊。普通老百姓啊，哎呀，这个 KL 的人啊 ，KL 的水喝下好像跌打了一阵子啊，啊，所以啊，早啊，40-50岁啊，就在那边这个病那个病，3高、4高、5高、6高、7高、8高，然后绝症啊。啊，绝不是中一个绝症啊，连续中几个绝症啊，那个跌打的水来喝啊，没有办法啊，太过现实啊，啊，人民那里有能力喝那种水呢？啊，那马的官员他们喝的那种水啊，啊，看啊，啊，那、啊、这么严重都好回来给你看哦，是不是？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备受争议的这个最新出现的这个矿泉水的。风波啊，哎，这个风波闹得很大一下啊，来看新闻吧。那么各位观众朋友，那么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什么水啊？那么你看他跟这个我们的老林呢这么好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当然就是巴格丹哈拉班的时候啦。他第二次做首相的时候，西蒙的时候，你看他喝什么水？哎呀，这个水啊，我很老实问大家一句的，大家喝得起吗？舍得喝吗？啊，这个呢是大马呢最贵的矿泉水啊，小瓶的差不多8块钱啊，啊一瓶啊，啊哎，我们的普通矿泉水呢，那个小瓶的卖5毛钱都有啊，这个呢8块钱，这个牌子呢被称为呢是这个啊所有大马矿泉水当中的 LV 呀、啊。啊，最顶级、最顶奢的矿泉水，所以那就在昨天嘛，啊前天嘛，这个我们的首相呢 ，Ismail 呢，他开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也很讽刺的，他在那边讲人民生活很辛苦啊，要砍掉那个人民生活的开销啊，人民太痛苦啊，啊很辛苦啊，所以鸡肉降价2毛钱的那个会议呢，但是大家发现到，哇，他们喝什么水啊？哇，喝这个牌子啊！谁讲大马要破产呢、啊？啊，谁讲的啊？你看，所以这个是他首相自己发的视频啊，啊，不是人家抹黑的啊，这首相自己发的视频呢，被人家看见啊。桌子上就是这个牌子哦，这个依云哦，这个依云矿泉水哦，啊，可能很多人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过啊，连看都没有看过，或者是一看到它的价钱就吓死人，马上关回去，马上不敢动啊，碰都不敢碰它啊。那么这个真的是大马的矿泉水当中的最奢侈的品牌啊。那么在这个首相呢开会的时候呢，原来是他们的标配来的啊。你看他开会之后，你看他喝的水啊，标配啊。那么大家讲说他偶尔一两次拿医院出来喝呢，没什么奇怪。其实我们看过很多很多次了啊。
啊，那么这个风波发生之后呢，啊，他今天最新的会议给人看到，啊，他拿着青色的盖，他改成了青色的盖，哎，我们都知道什么牌子的啊，大马国民品牌啊，然后但是他就特地还要拿一个白布跟他包住，不要给他看到，哎呦，当然喽，啊，这个青色盖这个牌子，那你可以。适合嘞，你人家这个会议是要用这个水呀、啊，那你可以放青色盖的那个水。哎呀，要丢脸咩？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看原图案呐、啊，一关、两关、三关，哎，这个是大家哈、啊、纳税人的钱来的啊！哎，你们把钱呢配了 tax 呢，就请他们喝这个水啊，这个，那么很多啦，跟你讲啊。那个阿班佐哈利呀、啊，萨拉瓦的阿班佐哈利呀、啊，你看看阿班佐哈利的标配的水是什么？他出来讲话了就喝这个水的啊，所以他就是阿班佐哈利呀啊，然后讲丁丁跟我们的哈蒂阿旺啊，哎，哈蒂阿旺跟你讲呐、啊，哎，我们伊斯兰党呐、啊，哎呀，四大皆空，不可以贪钱啊，你看以前多咕噜啊。猪排屋啊，驾老爷车啊，是不是？那个伊朗的多古路以前是这样子的吗？不贪腐世间的那个一切的名气呀、啊。OK，这个伊朗啊，四大皆空啊，看破红尘啊，自己看他桌子上的水是什么水，最贵、最奢侈、最奢华的这个品牌呀、啊，法国品牌的水呀、啊，啊，所以啊，一看水瓶啊，哎呀，骗人的啦！什么四大皆空，看破红尘啊，啊？哎呀，你喝什么水仙呐、啊？是不是？啊，像丁丁啊，你看啊，看见没有？啊，依云呐，依边呐，啊，你叫阿之明啊，啊，开会的时候你看看他喝什么水？哎，这个不是阿米哥了啊？这个阿之明跟阿米哥在一起开会，很显然这张照片呢，就是阿之明做雪州大臣的时候，那时。阿米哥还没做雪州大臣呢，你看，所以他们开会呢，你看，啊，他的那个水呢，就是这个牌子啊，里边呐，啊，然后我们的部长的 Nancy Sukri 呢，啊，你看 Nancy Sukri 的水又是他啊，哎呦，这看来部长都喝这个水呀、啊，对他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事啊。那么讲到这里呢，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对比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啊。那么这个马来老师呢，他非常非常的好心啊，他出钱啊，请这些学生去 KFC 吃鸡肉。他为什么要请，知道吗？因为他发觉呢，他这一群他班上的学生啊，他说有一半以上啊，他人生啊，这辈子啊，从来没有去过 KFC 啊，哎，原来大马还有这种的。人呐、啊，这辈子啊，从来没有进过 KFC 的，哇！这个老师看了就很伤心，他就自掏腰包带着他的学生去 KFC 里面，哇！那些学生当然很高兴咯，哎，KFC 你看去挤那个辣椒酱呐、啊，他人生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东西呀、啊，人生从来没有吃过 KFC 呀、啊，啊！所以看看大马的贫富差距啊，所以那句古话啊，你看“朱门酒肉臭”。啊，高官喝依云，那个平民呢？啊，贫穷的贫呢？那平民连 KFC 的门口都没有踏进去过啊！啊，平民不知肯德基的香味呀、啊，真的是啊！啊，这个就是大马的生活写照。好、啊，所以人家又讲说，哎，你们这些酸民酸什么东西呀、啊？哎，他喝这个，人家作为首相喝这个水应该很正常吗？啊，酸什么东西？啊，应该有人会这样子想，是不是？哎，其实呢，在乎的不是在于那个水呀、啊，而是呢，啊，我个人呢看到呢很生气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一个论调啊，有一个说法，哎，你们大家都很相信的，就是讲呢、啊，大马要破产了啊，大马没有钱啊，政府很穷啊，政府要破产了啊，好了。啊，桌子上放一遍，你这句话就是骗人的啦！啊，破产，那、啊、破产的还喝一遍，啊，哎呀，我跟你讲，林北我都
我都不舍得买一边客啊，我跟你讲呐、啊，啊，我最喜欢客的配置，等下我告诉你们呐、啊，啊，林北这辈子啊，哎，我都不喝一边的、啊，哎，以前我的老师啊，啊，你的 motivation 老师呢，他整天讲嘛，哎，要不要月收入五位数？啊，月收入五位数是？快点给我喝一边啊，不可以。不可以喝那个青色盖牌子盖的那个水啊，一定要一遍，一定要一遍，多贵都要买。OK， 就是要逼你们月收入五位数啊！哎呀，结果呢？哎呀，一句话啦啊！当我人生第一次达到月收入五位数的时候，我并没有喝一遍呢 啊，所以讲起来有点好笑，是不是？啊，那么讲起这个水啊，啊，哎，我们来看看一下世界上呢。什么水最贵的？哎呀，所以其实我最不满的就是，因为他整天讲国家破产了、啊，所以他如今他医院摆在那边呢，就证明的这种讲法呢，纯粹拿来忽悠，纯粹骗人的啦，纯粹一个韭菜用的啦。啊，那里破产，那破产的国家啊，那随便开一个会就用医院了啊，搬走哈利啊，每次讲话的桌子上面就放医院了啊，这个叫国家破产，你们相信啊？所以这个谎言呢，自动被拆穿了，是不是？啊，来，我们看一下世界上还有什么矿泉水啊？哎呀，所以这里讲嘛，算什么？一遍这样便宜也罢了啊！哎呀，你这个一遍的水啊，你要排进世界十大都排不进啊，排十二大都排不进啊！我们随便随随便便拿十二种最贵的水啊，这个一遍呢、啊、算什么？算老几呀、啊？啊，他们喝一遍呢、啊，算是。哎，很 low 很 low 很 low 的，知道吗？啊，哎，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样讲啊，所以他喝过那种啊，一瓶一百千的水啊，哎，真的有一瓶一百千的啊，但是那个已经 completely out of 那个 drinking water 了，所以我不把它放进去，所以给大家开眼界看看在什么水啊，所以 even 呢，其实根本排不上榜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大家应该没有看过这个 10,000 BC 啊，这个讲呢，公元一万年前的水啊，啊，它的那个卖价呢，如果在马来西亚卖的话呢，它可以卖到60块马币一瓶啊，这个喝下去，我跟你讲呢，啊，哎呀，那人家我们的老马只是喝那个一遍罢了啊，他现在就不会死啊，啊，他如果喝这个啊，哎呀，他最少做5次首相啊，我跟你讲呐、啊。啊，那里做3次，做5次啊，啊，那死不了的、啊、这个水，啊，然后这个水呢，啊，这个是冰川的水啊，这个一罐如果在大马卖的话80块啊，矿泉水来啦，80块啊，啊，这个喝一下，我刚才可以做第6次首相了、啊，啊，如果他每天喝这个水的话 ，OK， 那么这一个水呢？啊、大概可以卖到这个马币120多块。这个老马喝一下，他可以做7次的那个首相，跟你讲啊啊。然后这一个呢，啊，这个就贵了，这个比如来这个200多块马币，哎，你可以买一个200多块的矿泉水喝吗？这个老马如果天天喝这个的话，他可以做八次首相，现在才第2次，还可以做6次，跟你讲。哎呀，啊，这个就不要开玩笑了。这个好玩意的啊，这个牌子，这个呢一瓶呢1200马币，真的是超贵的这个水啊，这个老马喝下去啊，老马可以做10次的首相啊，我跟你讲啊，啊，这个不是开了1200块啊，天天喝这个水啊，啊，你讲你要死怎样死啊，这种水有多好啊，要喝一遍啊，你看他要死都死不了啊，啊，这个现在1200块的啊，大家看了就知道了，所以啊。啊，所以在这个整个水的这个奢侈品排名当中呢，所以我就讲呢，一遍呢根本排不上号的。那么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牌子啊，这个农夫山泉啊。那么这个牌子呢真的很好喝，我只是喝农夫罢了啊，我都讲这个农夫是最好喝的水啊。啊，以上的那个整部牌子呢，我通通都没，除了一遍呢，我通通都没喝过，我跟你讲啊。啊，我只是喝农夫就够了啊！哎，农夫真的是一个国民品牌呀、啊！啊，那么人家卖农夫山泉的老板呢，都可以卖到中闪闪都可以卖水卖到变成亚洲首富了，不止中国首富啊，卖到亚洲首富啊！单单只是卖这个农夫山泉罢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时常讲嘛，
那个水土不服这句话嘛，其实呢，有中国人的地方呢，就有农夫山泉，所以你大家多买农夫山，农夫山泉很便宜罢了啊，它这么便宜，它都可以卖到世界首富，那个亚洲首富是啊，所以大家去到是现在你去到世界任何国家呢，我跟你讲，有华人在的国家呢，你都可以买到农夫山泉来喝，所以你不会发生什么水土不服不的，你去西班牙啊，去加拿大啊，去澳洲啊。啊，去杜拜呀、啊，什么啊，也不会发生什么水土不服的啊。拿农夫山泉来喝，好像我去杜拜的时候呢，因为杜拜的矿泉水呢，啊，真的是很不同味道啊。但是看一下，哎，哇，竟然有农夫山泉呢，毫不犹豫的买了啊。喝着农夫山泉呢，啊，就感觉呢，啊，那个地方就不是外国了，啊，完全的克服这个啊水土不服的这个属性了。啊，所以这个小小的 tips 给大家。所以还有一种水呢，全世界都有卖吗？啊，就是那个Evian啊。啊，如果你时常要出国了，你害怕水土不服的话呢，就像首相这样子啦，天天喝Evian啊，喝到Evian呢，变成你身体的那个主要的，你的主要 drinking water。所以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呢，啊，基本上全世界都很多，你到处你都买得到Evian的。啊，你就喝这Evian呢，你就永远的活在地球上。啊，你就不会发生任何水土不服的这个情况哦。啊，哎，这个矿泉水呢，哎，看起来呢，我们看到那种一瓶1200块，不是最贵的，最贵的那个比佛利山庄的一瓶100千美金啊，400千马币啊，啊，那个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的矿泉水啊。好了，所以。为什么这个首相喝这个水呢？啊，这个时候会引起这么大风波呢？因为这个时候不对啊，时机不对啊。现在这个人民啊很穷的时候啊，那个国家连续遭遇几个灾难啊，哎，不懂多少个啊。最新气象预报啊，台风会来啊，最新的啊，台风会来啊，啊，准备啊，迎接台风啊，啊，所以连续几个灾难过后啊，人民已经够穷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首相在那边呢，喝一遍，在那边炫富给人家看啊，所以呢，这时候呢，真的是在人民的伤口上面呢撒盐巴啊，真的是在人民伤口那边撒盐巴。其实你看我们的官员呐、啊，啊，国家那里穷，你看首相的车什么车啊，首相的官车什么车啊，首相的衣服啊，首相穿的衣服是他的女婿design的吗？啊，女婿这么聪明的 designer， 他穿的衣服啊，啊，所以啊，你看我今天要穿好一点的衣服啊，不然又给人讲了、啊，哎呀，有观众要讲我嘛，是不是？啊，我今天讲这个event的主题啊，我不穿好一点的衣服啊，哎呀，是不是？啊，那个首相的儿子是歌手，他的女婿就是那个 fashion designer， 他穿的衣服你看，通通都是他女婿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品质。啊，就是跟Evian的同等级的那个 level 嘞，啊，所以呢，他根本与啊人民百姓呢是不同的一个阶层，完全不同的 level 啊。你看那个敏敏啊、郑敏啊，那、啊、你看他们喝什么水啊？啊，你们的阿班佐哈利啊，萨拉万，你们阿班佐哈利，你看他喝什么水先？啊，你自己喝什么水啊？所以呢，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呢，其实一瓶小小的矿泉水呢，就能看出呢，这个国家呢，60多年来最深刻的问题啊。所以刚才特地插入那个故事，你看无数的小孩子，哎呀，就是马来人 啊，无数的小孩子呢，这辈子啊，从来没有吃过 KFC，OK、okay? 啊，所以大家，你看你大家啊 ，KFC 吃到不要吃啊。看看大马还有多少人啊，从来没吃过 KFC、哎、我很久没有吃 KFC 了、哎、我不通，我北京特点不通了，素食主义者、啊、你看这么多人都没有吃过 KFC 呢，那个首相呢一喝起水来呢就是一遍，就是大马卖到最贵的水，因为那些刚才给我们看那些牌子大马没有卖嘛、啊、所以呢真的对这个人民的信心呢造成一定的打击，所以太过现实了啦，所以我跟你讲呐、啊，啊，那种啊，1200块的水啊，那老马天天喝啊，我跟你讲，他做10次首相呐、啊，我跟你讲，你的
现在我们是我们的儿子的时候他又做首相，我们的孙子的时候他又做首相，哎，我们的孙曾孙啊，可能你都看不到你的曾孙啊，他还是做首相哦，他还没有死哦，他天天喝那个1200块的水啊，啊，那种水啊够好啊，啊，喝下去啊，真的长命千岁，千千岁啊，万万岁啊，那个他的牌子叫吗 ？BC 一万年吗？啊，真的真的真的啊，水对人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影响很严重，你看人民喝那个 data 类啊，水的龙头开一下就是 data。政府请你喝那个 data 类 ，data 类喝一下就是，看呐 啊，哎呀，是不是啊？这个大马的水啊，啊，这个自来水啊，那里能够喝的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一期呢，相信会激发很多大家的那个想法跟联想啊，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啊，我们暂时刷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